睭是身躯顶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全身就光明。欢迎收看新眼光神学院，我是欧宏志牧师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甲主同死同活。咱要看的圣经是《罗马书》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咱的经文是《罗马书》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使徒保罗在《罗马书》的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，已经用真多真多的记载来谈论有关人安怎在上帝面前该会当和好，也就是称义的问题。伊毋若主张人普遍拢受着罪的控制，伫罪的宽恕的下面。同时安尼讲，并不是表示讲人类就已经完全无欲望、无前途。因为虽然人伫罪内面，总是因为上帝也同款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伫人类内面继续做工，显明伊对人类的疼痛，甲伊的稳定。保罗认为人类的称义，甲上帝会通和好，是上帝主动的恩典，是上帝以赏赐予人类免费的礼物。总是保罗这款的主张，带予真侪人犹豫，真侪人感觉无法度同意。特别有一挂使徒保罗伫罗马的朋友、信徒的朋友，也感觉保罗伊所讲的非常无妥当，甚至带来予因非常大的困扰。因为保罗所讲这款的见解，就是讲，予因感觉到遐个好的行为，逐工做好的人，甲遐个逐工无做好行为、无行好的人，到底有甚物款的区别？无有区别。有一挂人认为，使徒保罗所传的这款所谓的好的消息，是咧讲上帝稳定。并不需要人去付出代价。那是安尼，是不是这款的稳定代表非常廉价？咱人不需要什么款的努力。在教会历史历代的真侪基督徒，拢捌对这款上帝稳定的想法提出非常强烈的批判。因感觉这款的想法，因嘛对因提出非常严厉的回应。若是保罗所传这款的福音，因就要来问使徒保罗安尼讲：你若是安尼讲，敢是表示讲我做啥物，我人做啥物，是毋是啥物拢不要紧？所以我伫在生的时，我做啥物拢无啥物关系，是毋是表示咱人？在人生所做一切作为，拢无啥物要紧的所在。其实保罗用传播罗马书的第六章所有的内容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，总是伊对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二节的开始，伊就用非常强烈的口气来回答这些人对伊的质问，伊一个。直接就表明伊的立场，伊讲当然毋是。然后保罗伫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讲起一项教会内面真重要的典礼，就是洗礼。咱若是第一摆伫看这段记载的时阵，咱看见，为什么伫这段记载内面，可能感觉使徒保罗伫遮讲起洗礼？好像就感觉有点奇怪。在保罗这封写给罗马教会的批信的内面，其实头前的五章内面完全无提到洗礼这项代志，甚至在罗马书这么多章、这么多内容的内面，也只在这个所在，在这节的经文内面提到洗礼。虽然呢。
所以在罗马书里面，使徒保罗就伫遮讲到说咧，总是遮讲到的，这款的事实，伫遮讲起说咧的代志，其实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因为咱知影保罗非常看重说咧的重要性，对来讲，通过说咧这个真重要的礼典，信徒就礼拜甲主耶稣三合作伙合作一体。譬如讲，咱若看见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，遐就真清楚讲出伊对洗礼的看法。而且因为洗礼，信徒会通甲主耶稣基督三合作伙三合合一，这款合一就是保罗的接续。在第六章第三十到十一节落尾所讲一切内容上重要的基础，保罗在这提到洗礼跟信徒有很重要的结论。对于信徒来讲，有的信徒可能感觉洗礼只不过是一款的仪式而已，总是洗礼不是，洗礼不是一款无什么意义空洞的仪式而已，无什么实际功效，洗礼不是安尼。基督徒通过你的接受洗礼，你是甲主耶稣真做一体。通过洗礼，咱的活命甲主耶稣的活命结连做伙。通过洗礼，咱甲主耶稣，这个主耶稣基督咱的救主，咱建立一款生命中非常亲密的关系。这款的关系是世界顶面无其他所有的人，无其任何的代志，无任何的物件会通取代，也未通抵挡，也是破坏这么深、这么水亲密的关系。基督徒通过洗礼，唔那是甲主耶稣基督合作一体，甲主耶稣基督的性命三个结连。这些信徒也同样通过这个洗礼跟所信的主耶稣的死三个结连做伙，亲像咱在这所看见第三十遐讲，使徒保罗对罗马的信徒安尼讲：，恁敢唔知咱洗礼跟基督耶稣是合作一体，也就是受洗跟伊同死，同个死亡。因为这件的因果，在初代教会那个款的时代，当当时教会举行洗礼时，咱现在的教会，当咱去洗礼时，咱看见现代教会，因有备办洗礼台，细细的洗礼台，啊是甚至只有洗礼的杯啊，尔在洗礼要用的水。初代教会并不是安尼。因特别为着洗礼的目的，去做一个为着信徒洗礼的池啊。然后这些游泳池的池啊，就是采用当时坟墓的形状。初代教会为什么爱将洗礼的池啊做成做坟墓的形状？是要用这款的方式提醒每一个来到洗礼台前。要接受教会甲主耶稣洗礼的这些人，要甲因讲，伫某一方面，你毋是甲主耶稣通过洗礼，甲伊性命结连了了。伫某一部分，洗礼意义也是要甲主耶稣的死亡三合作伙。一旦咱会通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洗礼，就是咱表明咱这些洗礼的人。咱愿意要甲主耶稣三合死。初代教会用这款的方式，也同时在提醒咱甲水的关系。洗礼拢需要用水，上面洗礼所用的水，是咱做人生命内面非常重要，以及咱生命的资源。咱活在这个世间，咱知咱无法度欠缺水分，
无咱的身躯会产生问题，甚至有性命的危险。咱也看见伫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内面，咱看见有一个特别创造的故事，遐讲起有一条河对爱丁农园遐流出来，迄条河的水会通灌溉遐的爱丁农园，而且会通带好大好在爱丁农园有真侪的性命。总之，水毋是安尼，水毋是安那安尼尔尔，水毋是干那是人人性命重要的资源甲支持。水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，水其实也是对咱性命非常大的威胁。同款伫创世纪第七章的内面，咱看见有一个大水的故事，咱清楚看见，原本是迄个人性命非常重要的一项物水，现在却变成做死亡甲毁灭的大水。咱知只有哪啊，伊厝内人甲伊所准备食的生物，必须要进入大水，因为大水带来世界所有的毁灭，所有的死亡。咱伫遮需要注意，伫遮咱所讲信徒的死亡，毋是干那伫讲咱伫世间即款活命的死亡而已。伫遮所讲的死亡，特别是讲起基督徒对迄个老的我，伫第六节遐讲起老的我已经死去，同时也是基督徒对伫迄个罪的诱惑，当作是家己死去一样，亲像。在罗马书在这一段经文十一节遐所讲的，所以当咱悔改时，咱是请求迄个伫洗礼内面埋葬咱的迄位上帝，继续将咱原本迄个旧的我，迄个咱的犯罪我，放伫迄个死亡的所在，无去活起来。洗礼毋是干那信徒甲耶稣结连有伊的活命。唔，那是甲耶稣结连，甲伊三甲四年尔。另外洗礼嘛是信徒也同款享受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快乐。保罗伫遮非常谨慎伊所用的话，因为开始哥林多一挂教会的会友，因已经认为保罗所讲的，讲因领受洗礼了后，就是表示因已经过活。所以咱若是看见第五节的经段，若是咱甲耶稣基督合作会体验着伊的死，当然众人就会期待伫即节的后面，伊会继续安尼讲。使徒保罗讲，咱也同款要经验着即款的过活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时阵非常细致，尽量避免别人有一挂误解。好像像各话，犹原是伫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念念。各话毋是讲你洗礼了，你就马上，你需要等待，你需要到未来，你才会通甲主相交各话。虽然安尼，洗礼已经带来一个新的画面，也是带来一个已经更新的画面。伫第四节。还是在第十一节，咱真清楚看起来，那是信徒阿未过活，因嘛已经在耶稣基督生命的内面，是用上帝来活的这款的活命。所以，当信徒离开罪的亏乐，离开罪的场合的时，因是点伫属伫上帝迄个所在。并且这款格外快乐，和信徒的每一日，拢会通继续经验着，每一天拢是对死亡，然后进入永生的这个体验。这款的体验，这款的改变，是对洗礼最开始，总是不是洗礼最结束，洗礼是开始，也一世人每一天，咱拢需要用一世人的时间用。咱自己的死和活
来渐渐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做伙。其实伫宗教改革的时期，有一挂宗教改革家嘛继续这款圣经内面的了解。譬如讲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伫所写《小教理问答》的内面，捌问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洗礼对伫咱每一个生活有甚物款的意义？这个问题回答是安尼讲：洗礼是指咱有罪迄个老的我，以及伊邪恶的行为欲望，必须经过每日的悔改，将伊堵死。然后每一天，我应该对水中应该起来，用正直、甲纯洁、永远甲主三格地带。咱伫遮，咱看见保罗清楚伫遐讲，伫某一方的意义内面，洗礼就是死亡。一旦咱接受洗礼，咱表明我愿意对你去死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对死亡当过来时，死亡对你这个过来主耶稣已经无够有任何的气力，无够有任何的关系，无够有任何的束缚。其实罪对你基督徒也应该是安尼。当咱洗礼了后，咱有过来气力，罪就无够对咱有任何的影响。当基督徒通过洗礼，在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的时，已经无受到罪的捆绑，甚至无受到死亡的限制。通过洗礼，保罗讲信徒已经对某一款的洗礼进入到某一款另外一个洗礼的场所。通过洗礼，信徒真正改变因的活命，和因无过继续生活在罪恶的内面。那是安尼，当咱讲咱已经甲主三甲，甲甲合一，咱该三甲死、三甲活的时，当咱讲咱是活在上帝恩典、活在耶稣基督恩典内面的时，咱就无法度阁继续对咱家己讲，也是咱继续活在罪恶势力的内面。保罗伫遮提起信徒甲基督共的死、共的活的处境，也共的讲起奴隶甲自由的想法。伫势力的内面，甲主当顶是未个的信徒，无阁受罪的捆绑，是已经得到自由。对罪的开来内面得到自由的人，在咱的第七节，咱会通真清楚看见。总是咱现代人对自由的观念，甲圣经的观念非常无同款。现代人普遍所想的自由，对自由的认识，常常认为自由就是亲像得到一张的执照而已。我有这个执照，我会通凊彩做我所有想要做的代志，这就是自由。所以，当咱读到保罗对自由讨论的时，咱也可能认为伊所讲的自由就是安尼。总是伊的唔是，伊的自由是对罪捆绑、罪困难的内面，会通进入上帝稳定，唔是亲像现代人所讲，我若对罪捆绑内面。做自由内面得到自由的时，我就通凊彩要做我所欢喜意爱的事。总是当咱看见接续的经文，伫第六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时，咱会通更加清楚保罗对自由的了解。伫保罗的心中，伊唔那是对有罪势力内面得到自由，然后这款的自由，予伊会通顺服上帝。伊甘愿，虽然你有自由，伊甘愿愿意来顺服上帝。伫亲像十七节耶稣讲的，然后伊伫二十二节也讲起基督徒已经是安怎，已经对罪恶中被偷放出来，要做上帝的奴隶。而且讲虽然是奴仆，其实才会讲意思就是奴隶意思。对伫现代人来讲，因无法度接受。我得到自由了后，为什么我阁要真做人的奴隶？
甚至我要真做上帝路的，我嘛无爱。总是保罗伫遮所讲的自由，并是一般人所讲自由的观念。一般人所讲的自由，就是讲我得到自由了后，我会通脱离所有的关系，我会通脱离所有的权力，我会通无受伊的影响。对你保罗来讲，人类真做每一个人，的确需要真做某一位，也是某一项物件的萝卜。所以上重要的问题是安尼，是咱要真做什么款式的萝卜？对你保罗来讲，那是咱真做上帝萝卜，那是因为上帝疼咱，上帝拯救咱，上帝爱咱真做伊的萝卜。然后咱也是为伊来活，咱真做上帝萝卜，也代表伫咱的性命甲咱的服侍内面，咱才真正会通得到自由。当基督徒通过洗礼，真做全能上帝的子女，有上帝听会通挖苦，有上帝稳定会通扶持咱的心。咱也同款通过洗礼。唔，那个基督耶稣的死亡三甲结连，同款，咱也甲耶稣基督的复活三甲结连。这个复活的规律是赢过罪恶，赢过死亡，比罪恶、比死亡更加有规律的画面。多谢咱大家收看，祝您平安。